那是在哪里学葡萄酒的？我本来其实就是有点耳濡目染吧，因为从小就在酒庄长大。对，曾经其实觉得喝酒喝得好醉哦，应该不会做酒吧，但是后来呢就一点一点。你们现在比如说在那些超市是专门跟超市合作，比如说卖给他们一个集装箱，我不太清楚你们是用什么模式。就相当于是他们是我们的分销商一样，他们会进，就是用钱进货，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模式。但同时呢，我们要付出的就是促销人员，我们会把自己的人员安排过去。像一会儿我们去商超的话，就能见到我们的人员在费劲推自己的酒。那个商超，你们俩一起为您代劳啊！哎呀，这酷酷的发型，耶，美不美呀？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宁夏无敌的红酒？可以尝一下吧，免费尝一下没有问题。你们感兴趣吗？不对，一口也不行。我开车。开车。OK。哎，小姐你好。你想一想，要不要尝一下我们的宁夏的红酒？要尝一口吗？不能喝酒，不能。不能喝酒，那太可惜了。就是、啊，你不喝不划算。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不容易啦，太不容易啦。我觉得不是太会喝酒，主要我觉得还可以，入口还挺好。所以这个是冰室你们会用的退校方式？对，是的，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具体去哪里呢？你要不然这样，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直播。OK。一起做直播。OK。好。今天会不会有一个机会尝一下你们的？当然会有了。今天你到了以后呢，我们已经其实特别向大家准备了一个神秘大奖。哇，怎么说？干杯。法语、西班牙语和波兰语。好，有人说对了 Sunday 了，是吗？ Sunday， 对。好， Sunday 了，这个朋友是不是应该已经可以中奖了？可以，那行，五、四、三。二一，截屏。这是我们的第一瓶礼物哈，会在这里写上莫言想写的话。OK。不过的 success。对，这个你应该可以猜到是什么意思。哇哦。不过的 success 的意思就是。Et ben, contre toute attente, je suis vraiment super content de ma prestation parce que les internautes chinois ont été vraiment très indulgents avec moi. Ça s'est super bien passé.走吧，莫言，带你上去。OK， 好。所以这些照片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我们日常葡萄园的照片。你看，我们这是挑拣葡萄、立选的时候的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我爸爸。OK， 哇哦，有帅气呀！谢谢。这边又是你爸爸？对，我们立选的时候的照片。还有，这也是一个采访，然后我这儿对。谢谢。哇，那么多数字，那么多汉字，我看这样子的东西，说心里话，我觉得都太烫了。是吗？对，具体是什么？其实这个很简单，是我们为双十一的一个作战计划。实际上，它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会员粉丝的打理和会员的转化的，全部都是为了我们的粉丝数据累积。OK， 哇、wow ，那你们具体是有多少个粉丝啊？我们现在应该是有40万的粉丝了，就很多。对啊，那你们的利润是多少了？我们目前每年能做大概2000万的营业额吧，但是说到利润就还有点尴尬，就是其实我们都没有怎么盈利，现在利润都还非常微乎其微在投入。是不是因为那个新冠病毒的事？疫情吗？对，今年疫情确实让我们更加困难了，我们的仓库甚至都被封锁了，确实是有影响。那你还会坚持吗？一定会坚持下去，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团队，实际上大家都很有信心，很年轻。我们也觉得我们有信心把未来做好，我们也懂下一代的年轻人，就无论如何坚持下去，即使不成功，我们也不遗憾。加油！谢谢